么？加一个人好友就可以获得迷你币？啊，这得多有钱呀！啊，敢这么说话，我倒想看看这人到底是谁。好，来，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粉丝的投稿视频。你是否还没有皮肤或者迷你币呢？首先，我们先去好友里添加20000，我们就会发现搜索到了开发商团队。之后，我们点击右上角，填好这些后，静静在邮箱里等待就好了。你就会发现你多了200迷你币。家人们，快去试试看吧。嗯，还有这好事？这。来，让我收一下20000啊！迷你世界开发商团队，哎，突然觉得怪怪的，开发商团队那不是房地产里边的吗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先收一下啊，20000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收了个20000叫20000，哎，说好的开发商团队呢？但凡叫个开发者团队我就信了，兄弟们，净余分64，哎，小子没少挨举报吧？办他！进化网络，从你我做起。知道吗？奶茶是汉堡的姐姐，汉堡的 CP 其实不是奶茶。什么？汉堡是奶茶的姐姐，汉堡的 CP 是奶……不是，汉堡的 CP 他姐姐是谁？不跟你毛这有什么关系？你说你寡不寡啊？哎，好。哎，哇，兄弟们，这幅画一看就不简单呐！这难道是永和9年？哇，兄弟们，这难道是古董？哇，兄弟们，你们说这得值多少钱呢？天，我发现了一个可以领取300000迷你币的方法，我直接到商城搞了2个新皮肤。搞了300000迷你币，你就买2个皮肤？啥皮肤这么贵呀？一个得150000呢。啊，别的我也就先不说了。哎，光你这个迷你币300000，你这数字这有点歪了吧？你的 P 能 P 中间一点吗？更何况你这一个皮肤150000，你这300000哪够呀？那不行啊，那我得帮帮你。来，300亿，就问你够不够？不是我说，这我觉得你这个动作多多少少啊，它有点多此一举啊。你这关于野萌宝的秘密啊，这站着看不就知道他是个孩子了吗？还有你下去啊，看他面具底下啊，聪明啊，太聪明了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